你赶上了。我刚洗的头发，我把头发刚吹干。你现在也不化妆了啊？咋了？现在嘿，这天天素颜的也不化妆了，没以前化的勤了，可能你没想起我了？没有，要不我给你化吧？你会化妆吗？我会，你要搬个板凳。你别吓我。不想你。网评又不收了你，我得一个月没化过妆了。我要把我的脸交给你了。先画眉毛吧。你不用打粉底吗？你不用涂粉吗？直接都开始画了。先画一下眉毛吗？你弄得跟那专业了是吧？然后你连涂粉你都不涂，没事没事，我不坑了，随便你画。你给我画好看点哈。嗯。我感觉到你那个力度有点不放心。你给我画仔细点儿。很仔细了，已经。那你那个。不要紧啊，不着急呗。我给你画好，你再看。我有点不放心，放心就行了，我以为还在处理呢。没事儿。来，好好画。走了啊。你妈妈，你怎么回事儿啊？这是粉底是不？这是眼影。粉底嘞？粉底，这个是粉底。其实男人会化妆的也有很多，像我学化妆的时候，俺那个老师都是男人。下一步是眼影。你感觉我化平时化妆好看，还是不化妆好看？我觉得感觉我给你画的挺不错嘞。是吗？我喜欢粉红色。在哪儿啊？这是，笑啥？别笑！我很认真啊。那看见你我都光想笑，我就看着你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我都看见光想笑。你错了，眼线，眼线没了。记住烟。分开，分开。这咋样啊？没事没事。我现在都要杀你了。记住。我有眼皮儿掉了。好了，对了吧？懂了吗？你自己照镜子。画好了。嗯。我照镜子了哈。嗯。哥哥，你别跑，你别跑，小雷。